从1993年那天，他走出了他们的房间，竟然眼泪流满他的脸，他不回头向前。那女孩笑得很甜，故事本该无邪，她从前也是公主，在掌心被呵护，但命运起承转合，她勇敢拔出了剑，换了生命线。她拔出剑，她愤怒，她骄傲，她咆哮说她想要。姐姐还没回你床呼吗？没回。她会不会觉得你天天在这边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她又一个人在家里坐月子带孩子，难免会有点委屈，有点情绪也很正常。委屈？正常？这正常吗？她在那边养尊处优，吹着风扇，只不过就带了个娃，还有什么可抱怨？哎，楚家服装，哺乳婴喂奶服只有我们那有啊，升职前去看看啊。哺乳婴喂奶服只有我们那有啊，升职前去看看吧。你好，你好，楚家服装，哺乳婴喂奶服啊，只有我们那有，升职前去看看吧。喂奶服，哎，传单再多给我一份吧。哦，好，没问题。哎，你给他带传单的那一位多高多重啊？什么脸型的？买衣服还问这个？这样才方便我们推荐适合的衣服给他呀。哎，多给你几张。哎，雪雪，人生真正发达的机会就那几次，他一旦出现，我一定不会让他溜走。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钱怎么办呢？这个我回去，我想想办法。回哪儿啊？江北吗？对，我想回去筹钱，顺便也看看四姐，看看孩子。哎，女人啊，她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遇到的是多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丁姐，你找我啊？你这什么意思呀？有恃无恐的，拿我当你的靠山？我这个是在医院门口发的，这也不行啊。那我再走远点啊。医院外边？啊，那我们可管不着。来，这边。你真下海了？除了下海赚钱，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这个小人以后吃喝拉撒，咱嫁妆都得靠我自己一个人，总不能一直靠着别人的捐款、别人的可怜一直走下去吧。你说说你，都受了那么大委屈了，这次就为了一支口红，你跟他较着劲儿了，这代价也太大了吧？哎，毕竟出版社可是铁饭碗啊。有了孩子之后啊，我赌气都得数着心跳来，
万一憋死自己，孩子怎么办呀？口红的事我都懒得问了，他总有自己的理由，总能混过去。他是孩子的爸爸，但是我真的再也不能指望他了。说实话，出来这么长时间，我也想他，想孩子，回去看看他们。这种事儿还是得当面跟他说。萱萱，我已经感觉到了，咱们的大运来了。我告诉你啊，时代的列车已经劈头盖脸向咱们开过来了，上车还是被撞死，成败在此一举。哎，对了，这个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去我那买衣服，打对折。你那儿？嗯，虽然忙点儿累点儿，但是时间自由，我带着他，他陪着我。哎，你这上面这个金是什么意思呀？这个金字呢，就代表这个客户是自己人。我觉得用不了多久，我得叫你戴老板了。好听，戴老板，再叫一下，戴老板。怎么了，小丫头？你妈妈是戴老板了，以后啊，吃香的喝辣的。哎呦呦！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大姐。这个15，你要便宜的话，我给你13。老板，这是你家的吗？哎，黄色的啊，黄色单子，戴经理交代过了啊，黄色单子，拿手里拿都是那种体恤匀称、喜欢简单大方的顾客。哎，您是医院来的吧？是的，是的。哎，喂奶服要不要？刚从工厂出来的。好的，好的。你看一下啊。老板。哦，你紫色的，紫色可以打八折的啊。本着对咱们自己还有其他产妇和婴儿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来说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注意，绝对不能共用餐具，特别是小孩的东西。咱们长辈啊，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总喜欢给孩子吹一吹，或者是孩子的牙齿没长出来的时候呢，把食物嚼一嚼再喂给孩子，这是绝对禁止的。那个我看病的时候，大夫都嘱咐过我了。阿姨啊，我们这里提供的餐具呢，都是经过严格消毒，可以放心使用的。至于你们家属用的呢，最好还是自己再准备一套高温消毒。我每天都烫3遍。阿姨，烫是不行的，必须高温的蒸和煮5分钟以上才有效果。你看那开水啊，它一会儿就凉了，根本起不到高温。我没说清楚，我那意思就是说我每天都煮3遍。阿姨啊，一看您就是一位有文化的人，我说的您肯定听明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先走了。陈谦真是，跑去跟护士说，让医院来教育我，你说是不是？是啊，让医院来教育。那医院提个醒也没错，对你好的事我能反着来吗？是不是？是啊，还能反着来吗？你是个没主见的，我说一句跟一句，我把你给宠坏了。这小孩也知道舒服啊！你说洗完澡他就睡了，我回来了。哎呀，你看，啊，那不他睡了，睡了。是，我有病，不过我要说清楚啊，我这病是通过消化道传染的，不是通过空气传染的，这屋里干净着呢。刚才丁主任来找我了，教育过我了。丁主任来干嘛来了？肯定是那个护士，我找他算账。回来，你找谁算账啊？不是你跟人小护士说了，人家还不能跟自己领导说呀？我，咱们自己家里人有什么意见，当面提，别拐弯抹角的。我能害我女儿和外孙女吗？妈，我没有，我哪敢对谁有意见呀？妈呀，我哪呀？亲家，你呀就好好的养病，这儿蓝青啊、宝宝不是还有我的吗？妈，你也别跟这逞能了啊！您二位啊，就好好去休息。我是孩子的父亲，我来照顾啊。我休息什么呀？你过两天就要上班了，不是你一大男人，你怎么伺候月子？今天几号了？哎呦喂，领先，
妈这个腰啊，不是老睡那个软床，我这不舒服。要不你给我拿一个垫子，我呢就铺在这个宝宝这个跟前儿啊，我就铺地下。你拉倒吧，妈，你别跟这折腾了，你们就回去休息啊，我下班我来陪床。程领先，哎，你不是还有20天的假期吗？我休完了呀。那么快吗？哎呀，我你从预产期我就开始休假了，但你也没按规定时间发动啊。你再请假，憋住。哎呀，领先，你别让他哭。我没让他哭，我这过来。走。你这孩子都跟你说了，他不能哭，你不能哭，别说话了，这不能让他哭，你老让他哭，没哭呀，没怎么没让他哭，他又哭了，你这。哎呀，你看你，总是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又不是小姑娘谈恋爱，你就赶紧让他上班去，他在这除了添乱还能干什么？别哭啊。妈妈在啊，妈妈在啊。喂，醒了？哎呦，哎，哥几个啊，你别跟他玩，我女儿醒了，你别跟他玩，别进。哎，你可以走啊。哎，这位爸爸，玩玩吧。我打个电话，你们玩啊。啊，那行，来了咱商量吧。来，继续。两四。四。老师，你说。两勾。枪，管上，管不上，没有。哎，领导，管不上了吧？那个，我想跟您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再请几天病假。一个六。啊，得要医院假条啊。哎，谢，挺好的，挺好的。我没别的事儿了。啊，哎。管上，出来了。妈，我今儿不走了。我就算旷工，我要陪他把这个月子做完，要不然走了以后还指不定怎么落埋怨呢。哎呀，祖宗，你赶紧回家吧！你这干嘛呀？你说你明天要从这儿去公司，那路上就要多走一个多小时。你现在留下来，你是能给宝宝喂奶，还是能陪宝宝睡觉啊？这卖一个搭一个的买卖，你怎么就算不明白呀？问题是，他就得卖一个搭一个呀。就好像我没生这个孩子，没喂奶，没坐过月子，就跟我有罪似的。我这儿有一个祖宗已经够呛了，你怎么这还跟我闹啊？这不上两天班以后就是周末了吗？你周末再来行不行啊？走了。哎，别看了，赶紧把窗户关上，再吹着。他就这么走了，哎呀，那他不上班怎么赚钱养孩子呀？除了这一点啊，其他我都跟你站在一边。那说句实在话，那李先够可以的了。你看这一层楼的爸爸，哪个有他做的这么好？这个咱得承认啊。是啊，这个。咱得承认。好了，关上了啊。这是一个孩子。哥，您到时间嘞。再给我续2小时，4瓶矿泉水。好嘞。
壮 P 五九全面配方，双水解技术，营养一步到位，全面营养，百年精研。海普诺卡1897，带您进入正片内容。肺属金，肾属水，补肾益肺金水宝，带您进入正片内容。我不懂你们这个行业啊，但我觉得你真的太不容易了。痛并快乐着呗。我也有助理这个时期。以前有个前辈跟我说要有自己的表达，我当时觉得这个前辈挺矫情的。我能保证项目不出错，就面南科想投了。什么表达、热爱，这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后来我才发现，做我们这个项目没有表达，不够热爱，就做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取一块水果吧。谢谢。我帮你把这收拾一下哈。别动啊！不用刻意收拾了。哦。校长派人来，除了见我，估计也想现场感受一下吧。行，那我给你再弄乱一点。多订份月子餐，晚饭就在这儿招待他了。好嘞。喂，你好。喂，陆小姐，我是之前联系过您的高律师，您现在方便跟我电话沟通了吗？不方便，不想沟通。你干脆让夏夏直接去法院起诉好了，我不相信法院会支持把一个哺乳期的孩子给他们。陆小姐，我虽然是对方的律师，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帮你们沟通，您不要有抵触情绪，先听我说一下。你下午过来吧，我们见面聊。好，可以，没问题。下午你不是还要见导演的助手吗？索性一起见呗，还有什么比亲身经历更能说服人的呢？哎，你好。你好，请问您是高律师吗？我是。啊，不好意思啊，陆小姐刚好还有一个朋友马上到，我一起接一下。啊，就5分钟啊。好。哎，你好。哎，你好。我来找2022的陆远芳女士。哦，正好，陆小姐让我来接您。哦，哎，你好，您是陆小姐的律师吧？我是夏明飞先生的律师，我叫高瑞，这是我的名片。哦，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名片。好，那我们上去聊吧。哦，好好，里面请啊。好，来。这里是我们坐月子期间各类的生活设施。这边是瑜伽室，前面还有婴儿做 SPA 的地方。婴儿还可以做 SPA？ SPA 是个噱头，实际意义是抚触。抚触对新生儿的发育很有好处，但是我儿子不爱做。陆小姐，虽然夏家不认可我，倒是认可我的选择。杜可心也准备在这里生。这里还有妈妈的产康修复中心，产康师会根据妈妈的恢复情况来制定项目，包括体型管理、皮肤管理。宝宝满月的时候还可以在这里举办 party。我小时候，妈妈经常跟我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都不爱住院，嫌医院的条件差。这才多少年啊，发展跟度假似的。二位，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根据这份评估报告，陆小姐啊，有轻度的产后抑郁的情况，再加上她曾经出过车祸，还有一点就是她的工作特别的繁忙，这些啊，都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因素。您误会了，他不是我律师。那，戴叔叔真是下了血本呀，我产后的检查结果都能搞到。那他是？他应该就是您所说的种种不利于子女成长的因素之一吧？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们可能要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是，我是坐月子又要工作的妈妈，
这个应该就是您认为最不利于我儿子成长的因素吧？陆小姐啊，我相信你也一定为孩子做了最优的考量。不过我认为孩子由夏家抚养可能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有钱。高律师，以我的收入水平，抚养一个孩子还是绰绰有余的。嗯，爷爷是不是生病了？夏云飞才会突然这么着急。他们家除了夏志雄以外，每个人都这么讨厌我。夏云飞突然要我孩子的抚养权，还特别强调落户在哪儿。除了爷爷生病了，夏云飞认为自己是有机会可以挣一下公司的控制权，好像也不会再有别的原因了。不过麻烦你帮我转告他们一句，一个字也别错。想都别想，别做梦了。陆小姐啊，之前呢是有过类似的判例的，我还是坚持认为夏家的条件要比您抚养孩子更好。我也查过相关资料了，两周岁以下的孩子会优先考虑判给母亲，两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会优先考虑以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一方。夏云飞想要跟我争这个，可以让他的儿子做完结扎手术以后再来跟我竞争。谁都别想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抢走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尤其是我儿子。那高律师是真律师啊？当然是真的了，但以我对有钱公公的了解，崔德明来，他就会失去有钱公公这个客户了。为什么？因为高律师他有操守，他会跟我分析利弊，试图找出调解双方利益的最优解。但是有钱公公想要的是那种，不管我要求合不合理，你都必须要做到的律师。显然高律师不是。你的经历也太狗血了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罢了。其实我也一样，本来没有打算让高律师今天过来的，但我知道向导最关心的是什么。虽然向导一直是个现实题材的导演，但他每一个作品都充满了奇妙的冲突。所以我猜，向导对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担忧是平淡，所以他让你过来了。我就想着干脆把律师也约过来，让你参观一下我的洋相好了。够冲突吧？姐，向导对您个人呢是挺钦佩的。他虽然之前拍了《女人三部曲》，但他也跟我说，这坐月子能有什么拍的呀？啊，无非就是躺着喂奶，坐着吃饭，连拍带孩子出门都不现实。他让我来，就是为了表诚意，来看看你。比我这狗血的多的是，女人扛过了生孩子这一关，就已经扛过了几千只桶，怕什么？您成功的说服了我，坐月子也能做出狗血戏，但是也太狗血了，观众会不会质疑真实性啊？那你现在还这么想吗？姐，我想问问你，坐月子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新生儿的喜悦，简单的幸福。您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你要问的还是向导问的？向导肯定也会问啊，这不是整个故事的落点吗？说的对，这个家靠我一个人根本就守不住。守不住？太师姐，我在外边拼死拼活风餐露宿的，你在家坐个月子你还这么不安生？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还有你张子江，你刚在车上干嘛呢？哎，你干嘛呢？你
这肯定是许多天前我那个秘书给你寄包裹的时候掉里边的。哎呀，不是老婆，你看我拼命在外边挣钱，那不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吗？对吧？我每天都给你们娘俩写信，你看我这一有时间就是偷摸回来看你们。哎，这可倒好，我还没到家呢，就看见那样的场景，你换哪个男人哪个男人受得了啊？行，走，你不在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好。四姐，你受苦了。 我心里清楚，我这次真的找到翻身的机会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再筹集一笔启动资金。一年时间，我马上就可以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一丁点的苦。你听到我说了吗？你不在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好。你听懂了吗？你什么意思啊？啊，张楚香在，你们就非常好。你还跟我说你们不是那种关系？我告诉你，这王八蛋，我饶不了他。 这是我和王八蛋合伙做生意赚回来的钱，钱你那个无底洞没法填完，还得通过省下来一点洋孩子。你呢？除了骂人之外，你还做了什么？张楚江是你的好朋友，你说他是王八蛋，那你又是什么呀？还是因为钱是吗？啊？我告诉你，我最了解他，他就给你这么点钱，就迷了你的眼了，啊？我的老婆孩子。 我什么时候需要别人照顾？他就对你没安好心。是，你陆明磊的老婆孩子，可以当你欠债的人质，可以做被蒙在鼓里的糊涂虫，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你是这个意思吗？我怀孕的时候，你大把撒钱给别人做生意，可以被人骗，人家可怜我们，就是没安好心。你是这个意思吗？我欠你娘俩的。 你给我一年时间，我加倍奉还，你放心，啊！但是这个钱，咱一分也不能花，我现在就去还给张楚江。这钱是我辛辛苦苦赚回来的，你要是还给张楚江，咱俩也别过了。过不过的，你说了可不算。陆明磊，陆明磊，陆明磊，走！你给我回来！ 你把钱还给我！放个屁！你回来！小伙子，你去动物园这是进货去？啊？找人。这俗话说，财不外露啊，你带这么多钱还是揣兜里吧。 万一要是丢了，连带着我都说不清楚。丢就丢了呗，不义之财丢了更好。不义之财，钱捡的？对，我中奖了，我虎落平阳被犬欺，我老虎还得给狗拜年。
我呸！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师傅，掉头掉头，不去动物园了。往河洼市场走，先去搓一顿涮羊肉，再好好睡一觉。我是想明白了，我要是不出去了，他们一个个都瞧不起我。你说是吧？是。快点开吧。四锦，这是骆明磊让餐厅给你送来的鸡汤。谢谢你，护士长。以后啊，你就别叫我护士长了。你看看你给我添了多少麻烦了。以后你就叫我小易吧。你们家的这个骆明磊啊，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全部给他扒了重盖，这片已经开始了。这一片整个是 C 区，咱这有图啊，不是给你瞎胡说啊，拿一下来。当然，这入股我也不能干指头占言，对吧？以表心意。啊，那咱们就合作愉快，好吧？来，慢走。小戴，哎呀，这都收拾好了呀！阿姨，您来了。睡啦。嗯。哎，你要不要再给这个明磊打个窗户啊？没这个必要了。他知道我是明天出院的，知道送鸡汤来，就不能过来看看吗？婚事我提要离的。他这样就算是答应了吧。哎呀，这么丢人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再反复追问人家了，对吧？嗯，哎，我骂出江了。哎，
有什么事情，你跟明磊都应该私下里好好说，怎么能动手呢？男人啊，他都好个面子。嗯，以后啊，就不让楚江来了啊。不好意思，我用一下电话。好，好，好。喂，陆明磊，是你吗？你在哪呀？我们都得聊一下吧。你就这样消失了，什么意思呀？你是陆明磊老婆？是啊，你是谁呀？你现在不要声张，也不许报警。不然陆明磊就没命了，你听明白了就说声。嗯。陆明磊朝海南的楼花欠了我哥们儿一大笔钱，他答应我们三天内还钱，不还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喂。楚江，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就意味着我跟明磊一起出事儿了。对不起，孩子，我只能委托给你了，请你把他带回我的老家，交给我的母亲照顾。安青啊，啊，来喂奶了啊，起来。哦，没睡呀？我睡不着。来来来，叫妈妈。哎呦，坐着点吧。嗯。这么晚了，你回来干嘛呀？我拿点书给兰青回过来看。啊，好了，我给他，你走吧。我妈，我想了一点，我觉得我不能做一个遇事就往厕所躲的爸爸，我想留下来跟兰青一起战斗。战斗？不是，这哪还有你们战斗的地儿啊？你们俩也不小了，这得有宝宝了。别一天到晚的，哎呦，今天给一个惊喜，明天给一个浪漫，看我干嘛呀？赶紧回家睡觉，明天上班儿。怎么怎么了？妈，我想战斗。哎呀，战斗战斗！以后再听。一会儿。哎呦妈呀，我磕坏了吧？没事没事。你看见这还没战斗呢，已经受伤了。行，我回了。慢点儿。是领先来了吗？我听到他声音了。没来呀，没来。妈，嗯，你张口就糊弄我，你当我傻呀？来了，
让他回去休息。啊？那怎么也不让我们见面啊？见什么见呢？哎呦呦呦呦呦！你看，哭了哭了哭了，赶紧喂啊！哎呦呦！这个季度华东区的销售业绩啊，同比增长了8%，我们华北区可是落后了。大家说说吧。李健，哎，恭喜了，这做爸爸感受如何呀？哎呦，累，真的是太累了，一宿整觉都睡不了。这么小的孩子，俩仨小时就得喂一顿。一会儿拉吧，一会儿撒吧，那你完了你就得收拾。对，大家好像都有孩子哈，我这个不算什么，不算什么，都一样，都这么过来的。这周末带队去河北分公司，没问题吧？这周末，我听说了，你老婆呀，在这个产后调理科坐月子呢，家里你丈母娘、你妈不都在吗？这还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是。哎，小的，宝贝儿，你看，这是爸爸单位叔叔阿姨给你包的大红包，这么厚一沓，爸爸妈妈替你画了啊。我新给你拿那个书，你看了吗？现在有了孩子，哪还有时间看小说啊？明天找个收废品的，都给我卖了吧。这都是暂时的，那你说人家生孩子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哟，你哭了，他这，你要，来。爸抱来，哎呀，妈妈可不是针对你啊，妈妈呀，那是生爸爸气呢。哼，哎呀，你说你是不是饿了啊？来，让妈妈给这个。那你肯定是尿了吧？来，让妈妈给。刚换过。那你就是想妈妈呢。来，在妈妈边上睡会儿啊。妈妈，妈妈，妈妈，她就只有妈妈吗？爸爸呢？哎，蓝青，你叫妈干嘛？怎么了？没事吧？孩子怎么了？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哭了。来，妈妈来，来找奶奶来，找奶奶来，奶奶来啊！奶奶怎么了，宝宝？妈，我明儿我就不来了啊，单位派我出趟差。哦，出差？我坐着月子，你出差，合适吗？这我有什么办法呀？这领导让我去的，这单位就够不错的了，休完假才让我去。哎，你去几天呢？就三五天。你放心的工作去啊，这不是有我还有蓝青他妈呢吗？叛徒，逃兵。我又不是去旅游去了，你当我爱出这差呢？蓝青，你看咱们娘儿四个在这儿好吃好喝着，这过着神仙的日子。他这出差呀，那是正事儿啊，咱不能拖后腿。好啊，那我跟你换。我也想回家住，上班出差，你来过这个神仙日子吧。那个领先，你出差有补助吗？那我觉着，趁着我和你妈在，你能多出就多出。妈，怎么连你也这么想？哎呀，蓝青，你一个人生了孩子，这全家人什么都不能干，都要围着你转呀。把孩子甩给老妈。把老婆甩给丈母娘，您出去赚钱养家，我在家无理取闹。我告诉你啊，这差我出定了，你要带不了孩子，我带孩子出差行了吧？我让妈伺候你。你还真能带着他出差呀、啊？没用的屁话就不要放。哎呀，这是，哎呦，这干嘛呀？哎呦。哎，李先，李先。去跟蓝青道个歉。我道什么歉？我又没错。我道什么歉？我道。小点声，干什么呀你？哪有你这样的？媳妇坐月子，气得天天掉眼泪。你说你哄哄她，让着她点，能怎么着？我知道她为什么哭啊！啊，又生个孩子跟捅了泪腺似的。那我还想哭呢，我能不能哭啊？啊，我能不能哭啊？你看她说我能哭。
真是的，你个大男人，你有点担当好不好？还敢提你也想哭？我看你啊，就是个妈宝。我妈宝？那陈兰清才是个妈宝呢。您说什么都对，这医院都得根据您改规定。我为我女儿，我为我外孙女儿，我问心无愧。做的不好还不让人说了，我不像你，背后搞点小聪明，跑到护士那儿说我什么传染病。哎，要不是你，我要请亲戚召看兰清来，你给我们家要体检报告的时候了啊？我们家人都脏，你们家人都干净，你有传染病你怎么不提啊？那不叫传染病。怎么不叫传染病？你没文化，我不跟你说。我还不爱跟你说呢。我告诉你啊，今儿这事儿啊，就是兰清不对。哼，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跟你们攀什么亲家。我女儿结婚前那是一只碗我都不会让她洗的，现在你们想让她怎么着啊？你看看你们家兰清，哪一点像妈，哪一点像老婆啊？就让她一人单独喂了一次奶，就把孩子给呛着了。那还不是因为你走了？我走了那是因为我有病，我腰闪了，腰坏了你出去玩。陈兰清不见了啊？说什么？陈兰清不见了，不见了。啊，那能去哪儿啊？兰清，兰清，哎呦！生个屁！不应该生。花嫩见真情，日久见人心。有了孩子才知道我嫁的是人是鬼。正事人事一件不干，现在连人也见不着。陈兰清，你到底要干什么？不干什么跟你没关系。我怎么教你的？啊！你嫁错人了，被人欺负了，大不了离婚，抱着孩子跟我回成都。你这寻死觅活的，你这要干什么呀？你没看报纸上说吗？那老公犯错误，老婆自杀了，人婆婆过两天就给找一新的，你傻呀你！不，亲家，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这话好像是我逼着他要跳楼吗？你说我这是辛辛苦苦的给他们办婚礼，我小心翼翼的伺候月子，我就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我要他保子宫，我就成了恶婆婆，我就成了罪人了吗？兰清，小青都告诉我了，你在网上骂我，那话难听着呢，我就不说了。该跳楼的是我，对，我该跳楼，我该跳楼。什么你？兰清，你个神经病，你到底要干什么？我神经病，我神经病也是被你逼的。生孩子之前你怎么说的？你说我只管生，什么也不用我管。现在呢？现在孩子生出来了，什么都是我的事儿。凭什么呀，程立先？凭什么？你有真正的理解过我吗？你有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考虑过吗？我每天睡不着，我吃不下，我做噩梦。你呢？你跑了。兰清，有妈在，别怕啊。不是不是，我们这好吃好喝伺候着，你说你说你把我们两个逼得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们说什么你都要埋怨我们。我知道我的还是我走吧。我什么意思？兰清刚生完孩子，你俩也刚生完孩子啊？他28岁，你俩加起来都128岁了。陈兰清，你要是产后抑郁，你就去看医生，该吃药吃药。我产后抑郁，你再产后抑郁，你全家都产后抑郁，我怎么可能抑郁呢？我可开心了，我还能笑呢，我风趣幽默，我诙谐潇洒，我每天开心得很。我就是不想看见你，我不想看见你，我不想坐月子。我只是害怕，我怕他。
我怕我一不小心我会伤害他，我怕我做不了一个好妈妈。我不要做妈妈，我不要做妈妈。那我先走了，留步吧，回头我跟向导会汇报的。好嘞，那就不送了。嗯，好，拜拜。拜拜。喂，我本周周报怎么写？导演到底签不签？到底跟谁签？本来我还觉得我挺有自信能说服向导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那么有自信了。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拒绝公司定的导演了，我已经得罪了，现在你跟我说向导也不确定。陆姐，你说把项目当成孩子看，难道只是说说？难道你宁可把项目毁了也不愿意给我做？你不要误会啊，合同正在进行中，你就这么写。别忘了，现在我们是利益共同体，向导如果能来，对我们这个项目只有好处。陈总，怎么了？这是向导那边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没有，跟我妈拌两句嘴。公司的导演呢，我给你按下来了。啊？我理解你和陆远方想出作品的心情，但是我得保证不出岔子，跟集团得有个交代。明白吗？明白。向志南那边到底有准没准？不管怎样，我会把他磕下来。你信我一次，去赌一把。有，你就放心吧。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可心被你气走了，医院给老爷子下过病危通知了，公司你叔叔在管着，现在这个时候你再不给你儿子多争取点儿，真到了老爷子走了，谁还会惦记你呀？爸，以他的个性，人已经得罪了，孩子的事情你别想。要不是他突然搞出这么个孩子，可心会走吗？鸡飞蛋打了吧？陆远方不是鸡，杜可心更不是蛋。你不能一边埋怨他，一边拿他的儿子说事。我不会靠女人活着的。夏志雄啊，我可警告你啊，在这件事情上，你可别给我犯糊涂。是不是陆远方生孩子这件事，你有了想法了？孩子可以回来，他不行。我跟杜可心结了婚，我就是她的丈夫。我跟陆远方不可能回头了。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优柔寡断的儿子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去看爷爷。爷爷，对不起。可心他走了，他回娘家了。是我没有好好保护他，他流产了。你快去找他，去找他呀！
我对不起他，让他走，是我对他最后的尊重。爷，好了好了，不用不用。 不同意，你和陆远芳好吗？你就要和家里断绝关系，非要和他结婚，换了颗心，就变成尊重了吗？我成熟了，当初那种冲动，我相信不会再有。 说着说着又哭了呀，就算你帮不上我，我跟你聊聊，慢慢的我就想明白了。没有，哪有什么委屈的呀，很快就见面了，真没什么大事。就是工作上遇到点小问题。 我也给编剧老师打电话了，他可烦我了，他说我总打断他思路。妈，你跟我聊聊生我那个时候发生的开心的事儿吧。坚持练习凯格尔运动。 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去缓解盆底肌的松弛。接下来，我们大家自由练习，我来辅助大家完成凯格尔运动。上午10点，你以后我们一起出现在活动室，怎么了？你失业了？没有，只是有点迷茫。远芳，谢谢你送的东西。 宝宝的事情好了，迷茫你怎么了？那个产后抑郁自测你测了没啊？不是那种迷茫。我问你啊，嗯，你说，坐月子的时候有什么快乐的事儿啊？快乐的事儿啊？哎，你看我们这一屋子人。 哎呦，我做的这个练习，就是为了能正常大小便。能有什么快乐的事儿啊？就一点快乐的事儿都没有吗？哦，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妈妈呀？做妈妈的初衷是什么？你这是项目遇到什么瓶颈了？来这儿搜集素材来了。 我先说，哎呦，哎，我们家老大是我到岁数就生的，那时候浑浑噩噩的，一天到晚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把带孩子的这种疲惫感和孩子带来的幸福感都抵消了。我们家老二是我主动要生的，那什么呀？幸福感，就感觉无论你是个多么成功或者失败的人。 你的孩子都会毫无保留、毫不计较的爱你。我们家老大，不管是在遇到多么困难的事情，或者是危险的事情、高兴的事情，他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那么被需要过，那种被需要的幸福感。不过啊，这我说实话，这小孩刚生出来，那实在是太丑了，就像个小老头啊。好在啊。
汉奇现在一天一个样，长得可可爱的，像我，你可得了吧。不过说到带孩子、教孩子，我以前真的觉得家长就是教孩子。后来我有自己孩子之后啊，我就发现，其实他也在教我成长呀。我现在也能理解我妈了。说的俗了，老了病了插管签字儿，总得有人照顾吧。元芳，你为什么生孩子？我呀，我好像没有想过不生这件事儿。嗯，那也挺自然，反应本能。对，我跟我妈关系一直都挺好的，所以我会自然的认为生一个孩子就是一段幸福关系的开始，就像我跟我妈一样。不好意思，陆小姐，您能出来一下吗？陆姐，都来了好几个小时了，赶也赶不走。我去看看什么情况。好，小心点。请问我是破坏了谁的婚姻，害了谁的性命呢？啊，你就是陆远芳。嗯。咱们先声明一下，咱们也是拿钱替人办事儿，这不是咱的意思。我们呢就是传个话。陆远芳，你害我妹妹掉了个孩子，你个不大好听啊，要不我就不继续念了。开始。我叫夏志雄，一个从生物学上的父亲，努力学做真正意义上爸爸的人吧。我之前认为成为爸爸，应该比成为妈妈更容易一些，毕竟我们不用亲自生嘛。但有了孩子之后，我才发现，成为一个爸爸难极了，要成为一个好爸爸更难。因为我没有跟他分享过心跳，我没有搏上一条命去生他。他不熟悉你的气味，你的体温，你又凭什么要求一个婴儿像爱妈妈一样天生的爱上他爸爸？你必须非常非常主动的去爱，有恃无恐的偏爱，毫无保留的站在他身后，才能成为一个爸爸吧。青春的叛逆，跌跌撞撞。